我们团队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合作计划，就是说我们也是提供每个月，就是每应该是每一季，对，现在是每一季提供给他们 raw data， 就是最原始一个一个人去做筛检的情形，然后这些视觉化图表，他就只做一个重新整理，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看这些知识。去看这些现象，就这样子，可以了解吗？所以欢迎大家，如果那个有兴趣，本来是在看《清明上河图》，纯欣赏的角度看数据的变化，现在我们团队会提供这种用视觉化分析的新的技术，来去跟各位做更好的交流。我现在说的是真的，好，这真的很重要，请你们接下来要继续很认真、很努力的继续听，听什么事情呢？刚刚是同一个档案，上下资料的新增，对吧？这是2020年、2021年的资料，把它加进去，未来2022年的资料。加进去，这个其实我们的观念叫做 union， 可是就是合并上下的合并，可以吗？这个上下合并是卫福部这边健保署已经帮我们做好了，所以你只要跟他要档案就好了，你只要知道说他放在网络上。那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我要去做那个同药理用药日数重叠率是抗忧郁症的分析，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说，有没有很简单很快速，这些图都不用重画，就该做的数据清理全部都做完数据清理，你会不会希望这件事？会吧，这才是重点。不然的话，我们不就又沦为重画这件事、重做这件事？你用 Excel 的话，是不是就是只有重做？可是现在我要介绍这套软体，就是不用重做。我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抗忧郁同药理用药日数重叠率。好，有听懂哦？我们接下来就是10点半之前就是要画完这张图就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到那个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修改数据来源，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到这个转换资料。当然有同学会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常用底下取得资料，取得那个抗忧郁？哎，对，你们下载资料了吗？好像昨天下载了哦。就是我跟你讲，先加一个抗忧郁哦，你不要一口气给我加很多个。等一下，你就大家在跑60 mega， 结果你就在那边跑200-300 mega， 听得懂吗？那个卡内基沉积是很大的，只是我们先做一个就好了，你不要太贪心。那个到时候我们希望你6个都要做出来。好，可是我们现在早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再多一个叫做抗忧郁症。这样听得懂哦？我目标是6个都要做哦，因为这6个慢性病，这都很值得我们来去分析的。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你可以用常用底下的这一个叫做文字 CSV， 可是如果你用错误的方法，很抱歉，你这些图要整个重画，听得懂吗？反正那个现在很多坊间根本就不明就里，它就是反正你把资料先校进来，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好，我现在要教你正确的做法。就是
等一下这些图都不用在那边浪费时间，就是重画。可是你要调整。好，首先麻烦请点常用转换资料。没错，我是要点这个转换资料。好，第一请点常用，第二请点转换资料。啊，对，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等一下哈，我这边加一个标题。我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这叫做交叉合并。我们现在其实要跟你谈的就是说，假设我同时我要分析那个，我要分析那个交叉合并，就是指说，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档案来做分析，分析抗忧郁症这个药有没有就是重叠率这件事。好，那第一件事情，麻烦请点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好了，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降血压？我现在是不是要再产生一个新的查询？各位知道查询是什么意思？就是常用底下取得资料，这就是查询。所以我现在我要建立一个新的查询。那新的查询这些动作，我等一下是不是全部都要重做？所以我就希望说，我就用原本已经有整套写好的查询。这样了解哦，所以我们这边请做复制，复制然后贴上。那这一个名称我要换掉，我要换抗忧郁症，可以吗？所以来滑鼠右键重新命名，一滑鼠右键点选抗血压，降血压，然后二点选重新命名，然后接下来麻烦请打抗忧郁症。好，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抗忧郁症，抗忧郁症它的来源我要改掉，对吧？因为这两个档案主要差别，下面这些都一样，只有来源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来，我现在只要修改我的抗忧郁症这一个查询，这叫查询，知道吗？就是比较容易懂，是取得档案来源。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Excel 的开启就到，但是真的性质不一样。好，来麻烦请点抗忧郁症，然后这边套用步骤里面第一个来源请快速点两下，我要修改它的来源，修改它的来源，所以请点浏览来修改，可以吗？抗忧郁症，我如果今天能够讲完降血糖，我就觉得很高兴了，可以吗？那回家你自己可以做六个慢性病的用药重叠率。这一篇成效分析也很棒，那个医学研究也很棒，可是我真的希望能够拿到，例如说南区的所有每一个人就很值得发表论文了，因为这是毕竟是季报表。好了，点选这个抗忧郁症的开启，然后确定，
那你就会发现哦，你看这边是不是整个都换掉了？这个真的整个都换掉了，这个真的跟刚刚都不一样了。好，你甚至你再点，请问我这个档案是不是也要做提升升阶，然后也要变更类型，然后也要重复资料行什么什么？请问民国那个年度季别是不是要转换成日期？好，请点选最后一个，请点到最后一个，都是正常，对不对？帅不帅？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卫福部健保署提供的那个用药重叠率，它给的栏位一定都一样，也不可能变来变去。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像 Excel 的工具重新做一次？这些都不用重做的。好了，接下来数据清理做完了。昨天我们数据清理大概是在11点多的时候做完。我们是吃饭前我们只画完第一张图，记得吗？对不对？好，来，麻烦请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套用上面这个图示就好了。所以我们数据清理就是什么的数据清理呢？抗忧郁症的数据清理做完了，从取得新查询还有那个数据清理